你怎么知道我年轻时候留长头发？我没跟你说过吧？你说过呀？我没有。说过。没有。真说过，你那个。说过说过。那说过。嗯，你给我看看那个。哎呦，这个在这儿呢。爸，你今天没吃坚果。我吃过了。你记错了，你没吃。我在院子里吃的，你没看见。我为什么看不见呀？爸爸，你今天没吃坚果。平时我吃了吗？叔叔，你吃过行吗？你看，我吃过了啊。爸爸，你今天没吃坚果。肖小林，老林今天吃过坚果了，在院子里吃的，你没看见。我为什么没有看见？是我不够高吗？爸爸今天没有吃坚果。哎呀，智能还是不行啊。爸爸嫌弃我，我要离家出走，去银行充电。你看，翻来覆去的就那么几句。师傅，你要是觉得单调的话，要不要我再给他加几个情节，加几句词儿，这样可能能有意思点。还能加呢？用 Python 就行。反正大框架不能动，特别简单。要不你教我，我自己来。你想学啊？行，那等我拿个电脑。谢谢，我来拿电脑。哦，我忘给你了。你这是写什么呢？你看看呗。当偷车贼遇上数学建模。嗯。这不是我们在知识世界那次帮警察抓小偷的事儿吗？对啊，我就是大概把当时的思路给写了一下。我觉得可以通过这种比较有趣味的方式，让读者了解到数学建模的概念，还有在生活中的应用场景。
睡会儿。好，我不困。熬两天了，你看黑芝沾枕头就着。哈，比我多熬一天呢。第一天我睡了，他没睡。没事。说说呗，为什么非要参加建模大赛？不说了吗？看你们玩，心里边痒痒。我认识你20年了，说实话啊。实话就是怀念呗。你原来参加过类似的比赛？哎呀，那时候我是跟张树平组队。你问好吃吗？还可以，主要就是吃个情怀。我给你换。嗯。嗯。嗯，你这样也行。然后我原来吃泡面的时候，一直想就是自己吃的时候一下吃两个味道，但是又吃不下。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两个人是比一个人好多了。感同。感同。爸爸该吃药了。我吃过药了。爸爸该吃药了。都跟你说了我吃过药了吗？爸爸该吃药了。爸爸该吃药了。我吃过药了。你要再跟我絮叨，把你电源拔了啊！那我就离家出走，去银行充电。爸爸该吃药了。我吃过药了。爸爸该吃药了。我吃过药了，他非说我没吃过药。你确定啊？我看看。你别跟我絮叨了啊！你再絮叨，我把你拆了。你是没吃。我吃过药了呀，我早晨吃了，然后我还给你削铅笔呢。
那是昨天。你吃了吧。师傅，建模大赛我们初赛过了，进入复试了。什么建模？没什么，就是我们之前想做的一个建模的实验啊。啊，建模大赛。哦，那好，记着呢。建模大赛，你俩又以为我这病了呢啊？哎，想起来了，建模大赛嘛，做饭。以后什么事儿都得听我的，懂吗？我说东你不准往西，我说南你不准向北，明白？明白，明白，明白。还是上下不好。林兆生，哎呦，你怎么在这儿啊？啊，你谁呀？我在这儿怎么了？一个学术败类，你还好意思回三位啊？你自己做过的事儿都忘了吧？灭绝啊！这么多年不见，你还是那么讨人厌。好久不见，张岩师姐。我可不是你师姐啊，你被曾老师开除了。哎呀，你这个不对。开除我的是校委会，不是曾老师。有区别吗？哼，那什么，我等我女儿呢，她这个考研复试笔试。你和秋月的孩子？嗯。也是数学？嗯。哦，那有机会我得好好认识认识。走了。嗯。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比初试的笔试还稍微简单点？那倒是。但这不关键还是面试吗？导师要是不喜欢你的话，你这笔试再高也没用。而且我初试估计也就刚刚过线，也没什么把握。其实你没必要去担心那些自己控制不了的事，好好表现就是。嗯，也是。想多了也没用啊。就是那。
裴植同学，我们在你 CMO 的时候见过面，你还记得吗？记得。我对你印象很深，你的数学直觉很惊人。我记得 IMO 参赛团队是要你的，可是你拒绝了。你也说过要来考三位大学，可是后来还是没来。为什么？因为一些个人原因。裴植同学，曾教授已经很多年不参与研究生招生了，今年是看到你在名单里特意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明白，老师。那我再重新问一次，你本科为什么没考三位大学？因为一些个人隐私原因。八号考生请入场。啊，在这儿。各位老师好，我是八号考生林昭熙。请坐。师傅，面试的怎么样？不好说。还有你不好说的。有人问了我不愿意回答的问题，我又不想随便编个理由糊弄过去，所以有点尴尬。没关系，有些事儿吧，放到平庸人身上叫情商低，那放到优秀人身上就是有个性，天才自带滤镜。一切差不多快结束了。在负分析中，流数定理是用来计算解析函数沿着 B 曲线的路径分析的一个有力工具，同时呢，也可以用来计算实函数的积分，是柯西积分定理和柯西积分公式的推广。嗯，虽然是跨考，但基础还是挺扎实的。你读研期间有什么计划？第一，一定是学习，然后我也希望可以找到自己最感兴趣的方向，再继续做深入研究。未来想做研究方向？未来的事情其实我也不太能确定，毕竟生活是复杂的，但是现在我很肯定我想走这个方向。你选择数学有没有受你父亲的影响？你认识我父亲？请考生直接回答问题。不好意思，有。什么方面对你影响最大？对数学的热情。你对你父亲有什么看法？我父亲没有学术部的。你爸爸和我是校友。我知道他被学校开除了学籍，但我不相信学校的理由。我明白你的看法了，作为女儿维护父亲无可厚非。我单纯想问一下你自己的想法，你可以不回答。就你面试的时候你看到老师吃饼干，你是直接当没看见，还是直接说哎你不应该吃东西，自己真实想法说出来就行。各位考官，我不知道一件发生在我出生前的事情和我今天的考研到底有多大关系，但因为这件事情牵扯到了我的父亲，我觉得我应该郑重回答一下。首先呢，我和我的父亲朝夕相处了20多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我最有发言权。他可以在一项研究上坚持20多年，这已经用行动告诉我了什么叫热爱，而且我不相信这样的一个人会是抄袭者。我不光是出于感性，也出于理性的逻辑。你刚才也说过了，生活是复杂的，也许他只是被生活改变了。不管您怎么说，我都坚守我的想法。张老师，话题有点远了。我问完了。你着急，你坐下吧。
面试的怎么样？怎么了？没想到链子跳我这儿。哎，这说了别跟你讲，你讲了又往自己身上揽包袱。那人叫什么名？不知道，姓张，好像张老师。张岩，我看过全系的教师资料。这人我认识，他也是曾教授的学生，跟你妈也认识。这人吧，不坏，就是说话办事一根筋，可能脑子都用在研究专业上。我倒不怕考不上，主要就是他当时，我就受不了别人说你难受。说就说呗，不少块肉。师傅，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当年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跟永川大学冯教授的论文高度相似，学校呢认为是我抄的他，把我开除学籍了。冯教授，研究离散数学的冯明教授。啊，你知道他？我看过他的书，非常优秀的女数学家。您当时写的时候不知道对方有写过相似的论文吗？当时我们俩的论文同时间被送去审核的，也都没发表过。可是都没有发表，那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抄袭？没证据吗？那是像呗。那有可能是对方抄袭你啊。他不是知名教授吗？可是教授抄袭学生成果的事情也有啊。可是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师傅是在三位大学读的研，对方在永川大学，这两个大学甚至都不在一个城市。师傅，您当年有投稿过什么学术杂志吗？行了，别猜了，这事儿吧，我早有定论，就是巧合。没抄袭者，就是我们的研究内容跟方向太相似了，这种事儿在学术界也常见嘛。但是连时间都一致也太巧了。你这个思路跟当时校委会的思路一样嘛，所以我倒霉了。真的，对方没有抄袭您吗？不是，也没那条件。而且，冯教授这人，冯教授不会干这种事儿，我敢肯定。您跟他很熟啊？不说这个了，过去二十多年了，现在说明白问明白也不解决现在的问题啊。那什么，别这样，要不找找曾教授，让他帮帮忙。我不要了，爸，算了。别算呐，你那么努力。哎，我说算了就算了，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嘛。而且那个面试结果也没出来，对吧？算了。那个，我一会儿和裴之出去买两本书，建模大赛也快开始了，我们准备一下。不能一定要搞清楚。去图书馆。查学校年鉴。嗯。可是没有三位的学生卡。找老们借呗。车夫，问问你打会儿我练。算了，我不会。不会啊，没关系，我教你啊，来。啊，我太笨了，学不来。王老师。哎。卡，谢谢啊。裴之。展亮。你怎么在这儿？你是哪位啊？哦，我是你中学校友。不认识。你怎么会来三位大学？人家准备回三位。你也是今年考生啊？来，叫声师哥听听。你要考研？三位大学？是。
你为什么不去永川大呀？不好意思，我们还有点急事儿。嗯，那个卡王老师。啊，谢谢。干嘛呀？没你什么事儿。斗牛，赢了卡给你。那真是老样子。不要当我不存在，卡我已经答应给林朝夕了，要的多点别的了。谢了。五球，输的人叫大哥。兄弟局啊，怎么办？你给他上一课，应该耽误不了太长时间了。你小子是什么长大的？看着这么瘦，没想到还挺壮。一个，来，背后得过，有我几分风范啊！完了，五个了。谢谢。我还有事先走了，回头有空再一块玩。哎，你们那毒约。我怎么就不信他有那么神呢？我也想玩兄弟局，玩吧。啊！找到了。林朝生的文凭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关于图腾沟验证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涉嫌学术剽窃。今天就去评议开除学籍处分。94年就被定义为剽窃的论文根本不可能查到。哎，学术论文应该有存档吧？要不是档案室碰了原件。哎，我找到了，果然有副本。肯定是这篇，这版的论文我听师傅提到过，证明框架有误。师傅现在的思路跟这篇完全不一样。一篇证明有误的论文到底有什么真正的价值？有错误不代表没价值。我们要不找找冯教授那篇论文对比一下？行，我先给他拍个照。嗯。我回来了。回来了。嗯。
谁知呢？他接了个电话，回他妈妈那儿去。我说你怎么又在捣鼓小小林呢？别加点东西玩呗。我跟你讲，你这个时间得注意一下了，变成费脑子，真的。知道。你劳逸结合一下嘛，是的。你听见没，小小林？今天就我们仨吃晚饭了啊。是，我们俩吧。小小林又吃不了。你看啊。唱。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谁笑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最近精神状态怎么样？一切正常。挺好。你心情好吗？很开心。你住在林朝夕那儿还习惯吗？挺习惯的。他们家人对你好吗？对我很好。其实他们家也没什么人，只有他和师傅。哎妈，我看这店里怎么就您一个人？你钱叔叔出去办事儿去了。我记得之前不是有一个店员吗？让我给辞了。办事磨磨蹭蹭的，经常溜号。让您给辞了？钱叔叔辞了。那你晚上下班安全吗？你钱叔叔会送我。你多吃点菜，别剩着。白芝。妈妈。妈妈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我同意。你知道我想说什么？我知道。妈，我爸走了这么多年，您一直是因为我，所以没有考虑再婚的事情。现在钱叔叔出现了，而且我看他对您很好，所以我真的很高兴。您别因为我有什么心理负担。我儿子真的是太懂事儿，是妈妈不好，让你这些年吃了很多苦。啊，您别这么说了。不管在哪儿，我永远都是你的儿子，您永远都是我爸。来，提前祝您新生活快乐。谢谢。感冒了，老王。马上竞赛了啊！你可别掉链子。这不吃药呢吗？这是各类各界建模大赛的名题解析，还有一些软件工具方面的书。你开玩笑呢？我光神，什么考试我复习过啊？何况这就是个挣钱比赛。你要是不想赢，现在就可以离开我的队伍。什么叫你的队伍啊？啊，你别忘了啊，是我带着你玩。你以为裴芝是什么人啊？小时了了，大威必甲。那也比你强。比我强、啊、哎，别吵了。张亮说的对，咱不能再拿以前的态度来面对今天的比赛了。阿光，你整天在学校里面到处宣称咱俩是一队的，千条狗都能赢，万一赢不了还没入学的裴芝和林朝夕，你以后在学校还抬得起头来？何以至胜，唯有书海。等会儿，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千条狗？师傅说的没错，确实太像了。从证明思路到关键点基本一致。你觉得这是巧合吗？信息不足，没法判断。不过这篇论文的引用次数很高，价值很大。您好，两位，一杯热饮，一杯冷饮。谢谢，谢谢。这是冷饮。谢谢。这杯是热饮。二位的餐具。谢谢。不客气。有两杯水，一杯太烫，一杯太冷。如果想要得到两杯温度近似的水，就需要勾兑才可以。嗯。但是如果两个杯子都是满的话怎么办？再拿个杯子勾兑一下不就好了？你的意思是，有第三个人泄露了我爸的论文？如果冯教授想要拿到一个非本校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他能从什么渠道拿到？我爸的导师。曾教授。同学们，这些关系和公式大家一定要牢记啊。好，今天的课就到这儿，我们下星期再见。再见。曾教授。裴军同学，可能得耽误你点时间，我们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裴军同学，按照学校的规矩，在考研结果公示之前，你是不能私下见我的。嗯，我们就是想和您打听一下关于我爸的事情。哦，你父亲是谁啊？我爸林兆生。这件事儿你们问错人了，其实我知道的也并不多。你们应该去永川大学。但是曾教授，我查过了，那个冯教授已经去世很多年了。我们现在就算去永川大学，也不知道什么。而且您是林叔叔的导师，理论上来说，您应该是最了解内情的人。我只能保证，冯教授当年在我这里并没有得到你父亲的论文。那学校凭什么认定我爸就是抄袭者呢？真的只是因为论文高度相似吗？当时冯教授给了我们很大压力，他不肯放过赵生。那老师也在这儿，我也在这儿。那你不行，你自己乖，你自己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俩写的一样，我还说你抄我的呢。你不行，我转学，你开除开除随便。你别老因为你们年纪大，我告诉你，人生哲理都懂，对吧？一以贯之的努力，不得懈怠人生，谁不懂啊？这是你教我的吗？我跟你讲，我现在我要连实事求是我都不行，那我真废了。我跟你讲。曾教授，我的父亲并没有做错什么。两个原因，第一，冯教授是德高望重的学者，他的话可信度自然要高一些。可是学校不应该尽到保护学生的责任吗？还有，这是你们家的家事私事，我们大家也很为难啊。家事。去张开。
翅膀飞往想去的地方。你呵护着我就像心安的屋檐，遮风挡雨每天。无论在哪里，如初的牵挂从未改变。也陪我跋涉时光的深深浅浅，走过每个季节。在爸爸的肩膀叫我呜，去张开翅膀飞往想去的地方。也陪我跋涉时光的深深浅浅，走过每个季节。